另一方面，一项研究显示，我国青年的心理健康指数为71.91，属于中等满意水平，反映青少年面临中等程度的心理健康风险。青年及体育部长杨巧双说，该部与卫生部的国家心理健康卓越中心 NCEMH 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为有抑郁问题的青年提供咨询和支持。Melalui inisiatif ini, perkhidmatan yang dapat diberikan kepada golongan belia yang memerlukan bantuan dan sokongan adalah seperti kaunseling dan talian daripada kaunselor berkelayakan dan pakar dalam bidang kesihatan mental. 杨巧双说，青体部是通过大马青年发展研究院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马分会合作，开发了马来西亚青年心理健康指数2023，用于评估15岁到30岁青年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该测评涵盖了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7个领域，包括健康心态、生活方式、环境、个性、生活经历、压力应对和社会支持。而研究显示，大马青年的心理健康指数为71.91，处于中等满意水平。